今天我们来到伊豆高原的伊豆泰迪熊博物馆。哎呀，小婉，那带你来看熊熊，你怎么睡着了呢？泰迪熊入口门口的外观，豆豆喽，还有其他的熊熊，都好可爱哦，都很想买耶，都整个都很可爱，记得消毒。那手巾都好可爱哦。哇，建筑都还蛮有欧式的风格。嘿嘿，小婉继续睡。这是咖啡馆的中庭，这整个泰迪熊跟我豆豆楼的 style。好大只的泰迪熊啊。要先买票，大人1500，小朋友小碗不用钱。哇，进来就有熊熊坐在这边欢迎我们呢、啊。小动物兔兔、小鸡。我们现在进来的博物馆里面呢、啊，现在进来。泰迪熊博物馆里面，其实它不止熊熊啊，还有其他的可爱的小动物。这里蛮多拉拉兔系列的小玩偶，都好可爱哟、哦，可爱极了。这里根本就是网美的天堂，爱怎么拍都美。有好多小小小的玩偶，泰迪熊列车，超可爱。咦，有旋转木马。拉拉兔在上面，还有熊熊也在上面做旋转木马。前面有一些壁画，那我们要去二楼了。这里就是真的充满宫崎骏作品的元素。豆豆咯跟妹妹。可爱的龙猫巴士，豆豆哦，有日币门票1500。如果你喜欢宫崎骏的作品，所以来这边看展是还蛮值得的。这真的很厉害，这摄影起来拍摄起来真蛮立体的。可惜的地方就是有我本人的影子。龙猫，你在睡觉吗？妹妹一家人在吃饭。哦，cool。哈哈，有我本人。奶奶，哇，很温馨。哦，好大一台公车巴士，我们进来啦。哦，我的脸要进来，不然太可惜了。
前进，神社应该算是表参道。小玩起来了，再看拉拉兔、小鸡，还有旋转木马的熊熊，还有对什么好奇呀？看得很惊讶，看得好专注啊！小婉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推车？还有脚踏车？熊熊在做旋转木马，对不对啊？很好奇呀、啊！哦，这里都是卖太极熊相关的商品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到此告这一段落了。